OK， 接下来我来看一下，最后的话呢，实际上我一样把这个 read， 我们按照题目要求，里面呢放这些东西，总共的话呢就是有三行，然后里面各自中间都是空白，那这个是姓名、身高、体重，那它需要做什么结果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其实我们当然也是按照这个题目的需求，第一它要我们做出来的结果就是，输出就先看到这个。 然后再看到这个平均身高，再看到谁最高，所以其实我可以拆成三个阶段来解答好了。我们不要一次全部做完，因为全部做完实在太难了。所以基本上一、二、三，那一的话怎么输出？各位可以看到哦，这个后面的话除了一个换行之外，它又多一个换行，等于这边是两个换行哦 ，OK， 两个换行，那这边最后是一个换行，好。 那怎么做到呢？其实第一个啦，当然我们可以用刚刚讲到的，也许我们第一个可以直接呢，把这个放到最大，这个可以放大，这样看比较清楚。然后把程式呢一样先把它 delete 掉，重来，哇，20行要把它完成。虽然20行没什么啦，但是说真的，叫你把它从头打到尾，对，而且要能够在很短的时间打出来。 而且要一边讲一边写，还没有错，这个好像感觉看表演一样。<笑>真的，我觉得好，那我们分阶段好了，是有点，所以我说有些东西都一样啊，反正你就是有步骤的，而且要有策略性的，像这种这么难的东西，说真的叫你全部打完，你一定会错，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拆解，怎么拆解？先显示这一个，就第一个。 再显示这一个，再显示第三个，那应该就简单了。OK， 好，我们先第一步哦，可以先完成第一步，再第二步哈。那第一步怎么做？其实就是 F 等于 Open 嘛。那我们可以怎么样？把这个结果先丢到一个 List， 因为很多个 List 1等于什么呢 ？F 点 Read Line。OK，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用 Line 哦。OK， 那你想说老师，那我可不可以用 Read？ 可以，可是 Read 有个缺点，就是它没有办法多一个换行。 OK， 因为 read 全部读进来，你要再插换行，很麻烦。OK，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。那再来的话，我就怎么把它 print 这个list 一，找一个 s， 对，如果你 print 这就错了，对，好，所以这个你看很容易出错了，OK， 好，执行一下，这个就出来了，但是我不是要这样结果，我是要怎么把它一个抓出来。 print 一个，你会发现哦，它本身有个换行，不要拿掉。为什么？因为 print 一个换行，这边又有个换行，刚好两个换行，所以你不用任何加什么。所以怎么样？你只要把它提取出来，再把，所以怎么提取呢？这个先注解哈，我们先用 for 回圈，所以提取就是 for， 然后 i in range， 然后刮弧就是把这个 len 嘛，它里面全部。 其实这个有点像公式了，你就把这个跟刚刚一样嘛 ，list 一全部怎么把它提取出来，然后一个之后的话呢，就一个一个 print 出来，所以 print 什么呢 ？print list 一有没有的第几个？然后就是中括弧嘛，然后把它放一个 i 就可以了。好，看的话应该第一步我看一下是不 OK 的，所以把它 print， 然后我先恢复它一下 ，OK print 到底下好。 哎，出来了，第一关过了，但是第一关最简单。<笑>到这里跟各位讲，如果你到这里你还是没有分数了，你交还是零分。OK， 你一定要到这个全部做完，没有做错才 OK。那第二个我们要思考的点，你会发现会有点麻烦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它要身高部分，身高跟体重要把它分开来，而且必须把这几个有没有？ 变成一个串列，这几个变成一个串列 ，OK， 所以会需要两个串列，一个是身高的串列，其实就身高的清单啦，就把那个清单放进去，那个清单放进去，然后呢，最后你怎么样，就把这里面的总长度里面有几个，对吧？你就是全部的加总，所以用sum。 把这个串列全部加总起来，除以它
总共 LEN 总共几个，那就是它的平均了。OK， 所以特别注意。那问题要怎么样哦，可以把这个串列建起来？啊，其实这边可以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哦，产生，在这里好了哦，开档之后在这边，然后我们就是增加一个，其实写在下面这边好了，写在这里啊。下一个阶段 ，H 等于中括弧 ，W 等于中括弧。那 H 指的就是身高的串列 ，W 等于是体重的串列。哎，不，应该要放在上面才对，这个应该要宣告在这个的上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必须把它怎么样的哈，一边读，然后呢做什么呢？把这个资料哈做切割。哪一个资料？这个资料做切割，切割之后的话，把它的切割完之后，一定也是放在一个 list。我只要这个切割完的第零个不要，第一个放在这里面，第二个放在这里面，然后一个一个的放进去，这样打 H 就是所有的身高 ，W 就是所有的体重。我应该懂我的意思了，只是说你要怎么放，用 append 嘛，前面有讲过，空的串列加 append 就完成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试一下，先把那个读取部分完成。